这个小八嘎上一秒还在做着春秋大梦，下一秒却被什么人一脚踹醒，他还一脸懵逼的坐了起来。我们兄弟睡得挺好啊。当井上俊夫被叫醒来到帐篷外，映入眼帘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。只见特遣队手举火把整装待发，似乎今晚将有一个大动作。他还好奇的上去问，不是说明晚才行动吗？怎么突然间就提前了呢？井上俊夫，你的戏该收场了。你说什么呢？眼看这小鬼子还在冥顽不灵，龙飞也不跟他废话，出其不意扔出一样东西。井上俊夫下意识用右手去接，竟然是他那截断指。井上俊夫脸色瞬间骤变，试试看看看合适不合适。此前卑鄙的井上俊夫假扮了蒙古女王爷的联络员，他制造了屠村的惨案来获取龙飞的信任，可是却因为杀比德罗时弄丢了一根小拇指，就被龙飞发现了他的秘密。他还把龙飞明晚就要接应女王爷的情报送了出去，殊不知龙飞的行动提前到了今晚，而龙飞扔出断指试探的这一招更是直接测出了井上俊夫的身份。袁弘，你把恶识破你左手刀的小把戏用到这儿了。龙飞说今晚他就要利用井上俊夫送出去的情报，凭借一天的时差将女王爷接走，等鬼子再敢打西山嘴时，便可以配合女王爷将其一网打尽。井上俊夫这回偷鸡不成蚀把米，不由得也是恼羞成怒。这帮小滑的中国人，八哥！然而他话音刚落，龙飞和韩德公便一起动手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井上俊夫还想拔枪反抗，怎料下一秒却被龙飞和韩德公一刀斩。他不敢相信的瞪大双眼站在原地，随即便重重倒了下去，终结了他那罪恶的一生，也印证了步兵在骑兵面前毫无还手之力。谁知这一边却出事了，这个齐俊峰手下的卫队长哈尔巴拉由于不满得不到国军少将军衔，他就策划了一场暴动想投靠日本人。女王爷齐俊峰当场就被制服，就连老董也被他们绑了起来。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苏德，在你脑子灵活，去联络日本人来围剿西人嘴。好。巴拉，你敢反叛？司令，是你不讲交情，逼着兄弟们不得不这么干。